嗨，咁多位东周刊同埋头条开 live 嘅朋友，大家好啦！咁见到我而家台面上面呢个 setting， 唔讲咧，以为我系煮嘢食啦。咁但系其实如果有留意住我哋 poster 嘅朋友都知咧，今日系我分享一个叫做蔬果汁飲食法嘅方法。咁但系嚟到去我 sharing 讲自己即系点样由一个150-160磅嘅人減到自己而家咧。即係120磅咧，因為我嗰陣時就生完小朋友啦，身體就暴漲啦。嗰陣時係自己覺得冇乜嘢嘅喎，因為你慢慢肥，你會覺得啊幾 Q 啊，又唔覺得即係有好大嘅，都好 bulky 咁樣。咁生完係咁噶啦，個個都會咁講。咁但係跟住有一排咧，就覺得自己好容易攰。其實我覺得肥胖帶嚟俾我嘅問題，除咗係 outlook 上，因為我嘅工作關係之外啦。其實是令我覺得很容易攰，腰又好啦，腳又好啦，精神狀態都好，即係以前可能飲一兩杯咖啡都可以頂到個通頂，咁但係當你開始身體肥嘅時候咧，個新陳代謝減慢嘅時候咧，好容易覺得攰，咁我就覺得真係要立定決心去減肥啦。咁點做呢？咁我就上幾集都就同大家講到咧，就係16:8啦，係我奉行嘅，就即係16個鐘頭就唔好食嘢，等個腸道可以消化一下。咁嗰8個鐘頭咧就食乜都得。因為基本上是控制了你每一天的攝取的卡路里不會 over 了你身體所需的啦，其實都挺難的，除非你下下都乾炒牛河啊，日日都泡飛啊，打邊爐放題咁樣。所以16:8是我開頭入門減肥覺得咦都做到的嘢喎，咁跟住慢慢就開始揾啦。去到瓶頸位的時候咧，就諗緊，咁點算呢？其實都需要有少少嘅肌肉訓練，咁所以亦都同大家 share 咗有一啲嘅即係輕輕嘅手部嘅肌肉啦，又或者一啲伸展嘅動作，可以喺辦公室做啦嘅一啲嘅拉筋嘅動作啦，等大家可以咧，即係將你嘅運動融入生活當中。即係我見到呢張台嘅高度咧，完全就係啱曬我平時喺公司。踢腿的做法咁樣，咁所以我基本上而家見到任何工具在我身邊咧，我都可以攞嚟做運動，知唔知道？如果唔得嘅話，我自己都會喺度咁樣喐下，即係而家佢要咁樣融入自己生活裏邊啦。咁跟住就亦都有同大家講過，就係月經減肥法啦。咁呢個就係、講個秘密俾大家聽，講個秘密俾姊妹們聽。其實月經除咗減肥法之外，月經都有豐胸嘅作用嘅，因為你嘅子宮同你嘅乳腺係同一個 system。咁但係我哋顧及埋我哋嘅即係其他嘅觀眾朋友，因為我見到咦有啲留言俾我嘅都係男性嘅觀眾朋友。咁所以如果我哋嘅女讀者朋友啦、女觀眾朋友想知咧，咁啊歡迎大家可以留言，又或者 inbox 我，等我可以將呢、這個。如何增加同埋呢個提升呢個身體線條曲線嘅效果呢，就同大家 share 多啲啦。咁去到今集呢，就係我成個 section 講點樣去減肥歷程過程裏面嘅即係最後一集啦，亦都係我自己覺得好啦，你講完點樣飲食法，你用時間上控制，咁到你要食乜嘢咯喎？之前有血型減肥法，講咗大家唔同血型吸收嘅嘢、血嘅濃度、消化嘅嘢、酵素唔一樣。咁大家有冇即重温一下，究竟你嘅血型係適合食飯類多啲啊、肉類多啲啊，定係真係冇辦法啦？因為你嘅祖先源自落嚟係屬於耕種類型，咁所以你一定要食菜，就即係好似我咁。咁好啦，去到今日咧就係分離啲地就講一個叫做蔬果汁飲食法啦。蔬果汁飲食法係啲乜嘢呢？咁我知道大家消費用都聽過啦 ，Gordon 啦。咁我嗰陣時一聽到呢樣嘢，我就第一時間問佢，因為佢根本已經係個表表姐。但係佢個方法我就覺得好難做到，即係你係完全同自己即係嗰個自律啊意志力打仗嘅時候，因為佢嗰個係要60日蔬果汁。斷食法講60日，佢真係唔係同你吹水，佢係60日淨係飲呢一度嘅蔬果汁，咁係一個 combination 嚟嘅。咁但係我試過3日之後，我頂唔順啦，因為其實好快咧，你會個身體 reboot 重，因為其實佢個 theory 就係重啟你嘅身體機能啦，令到你咧即係腸道真係入，無論縮便又好，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呢個肚腩仔嘅就係啲縮便啦，縮便又好啦，你裏面多餘嘅一啲糖分都好咧，就慢慢隨住你用呢一個嘅斷食法可以流出體外。咁當然之後你就慢慢再食翻啲咩都可以，咁但係都係嗰句啦，你冇理由大飲大食，因為你知道反彈效果其實係好大嘅。啲人話其實蔬果汁斷食法係唔會反彈，睇你食乜啦。即係我唔信你60日用完呢個蔬果汁飲食法之後，61日走去食放題。會冇事咯，唔信你第62日走去日日打邊爐會冇事咯。咁所以其實去到邊咧，
飲食係佔你嘅七成嘅，所以一定要控制自己嘅嘴巴，知道嘛？即係除咗講嘢之外，我哋食啲咩入去都好緊要。咁所以咧，即係係一個小小嘅 sharing 啦，喺我哋嘅姊妹奮鬥室入邊咁。咁好啦，呢一度嘅基本嘅概念係咩咧？我自己係點做咧？我啱啱講咗，我完全做唔到呢個六十日嘅斷食法嘅。我係點咧？我係朝頭早，因為十六八嘅效果咧，就係你唔可以食一啲固體食物，增加咗你嘅腸胃消化嗰個系統問題嘛。咁但係你可以飲流質嘅嘢。咁有一排咧。我就是會喝咖啡的，咁依家咧我就係主要飲就係呢個蔬果汁嘅斷食法係點咧？咁一定要空肚飲，因為咧有幾個嘅大家都覺得好 confuse 啦，或者好疑惑嘅嘢啦。咁我自己亦都做過好多 research， 問咗好多唔同營養學嘅朋友，亦都當然我哋嘅表表姐阿 Gordon 啦。咁我亦都有問就係、是，其實第一食得多生果，啲人話會肥嘅喎。等等，其實果糖是很吸收的喎。咁跟住我就問我營養學的朋友啦，佢就話啦，其實咧啲人成日話食生果會肥，多數都是食飯後果，即係你已經有肉類有澱粉質，加重了你的腸胃負擔的時候，你再加啲果糖落去，無可厚非，你的卡路里吸收一定會爆咗噶啦。因為你本身你食嘅嘢已經其實個份量好多啦，跟住你再整個飯後果落去咧，基本上啲人就話點解食生果會肥，就係、是、你食嘅時間唔啱。咁我咧就多數都係朝頭早空肚食嘅，因為一日24小時裏面咧，人嘅身體機能咧係分咗即係排泄啦、消化啦同埋吸收。咁點解朝頭早嘅時候我要即係飲空肚飲呢一啲蔬果汁咧？就因為佢排泄嘅時間。如果你諗下，你一朝頭早就食啲肉落去，壓住咗，即係你瞓咗覺啦，你個腸胃其實而家係 run 得好慢嘅嘛，係屬於一個休息嘅狀態。你一瞓醒第一下就懟個呢個沙爹牛肉公仔麵落去 ，ops， 跟住一懟就懟咗嗰啲 pancake 落去，仲要加好多嗰啲嗰啲蜜糖喺上面嗰啲 ，ops。又或者你再整個包啊，澱粉質、白糖類好高嘅食物，更加大件事。你嗰陣時咧，人哋話係直頭會令到你個胰島素啊出現問題，導致血糖上升。所以點解啲人話早餐千祈盡量真係唔好吸收咁多澱粉質，因為其實你嘅血糖係同你嘅胰島素有關係，唔係同你嘅果糖有關係。即係啲人成日話：哇，你都唔知啊，食得果糖多會令到我血糖提升啊咁樣。我都因為我爸媽成日咁講，所以我亦都有真係問過我啲營養科嘅朋友同埋一啲醫生朋友。因為我自己有 keep 住睇營養師噶嘛，咁佢哋都話其實果糖同埋血糖咧係兩樣嘢嚟嘅。OK， 血糖係同胰島素有關嘅，果糖係你吸收嘅糖果、水果、蔬果有關嘅。而你幾時去食呢啲，就直接影響咗你係咪可以吸收到呢一類型嘅糖分啦。咁空肚食咧係最好嘅時間啦，所以我就揀咗朝頭早啦。因為其實講真嗰句咪就因為我。頂唔住咯，我捱唔到啊！即係我覺得減肥，記唔記得我開頭同大家講過三樣嘢係你減肥必定要有嘅三招。第一就係你嘅嘢食飲食你要自己控制到啦。第二你要隨時隨地都做到運動啦。OK。第三就係你嘅心態，你要樂觀面對。如果我去到第三日又齋飲呢個蔬果汁，我簡直就覺得崩潰。但係咧唔同嘅蔬果 combination 咧，我都試過，咁所以咧都可以輕輕同大家分享一下，即係喺你捉嗰個味道啊，或者捉嗰個比例份量嘅時候咧，其實係一個幾好玩嘅嘢嚟嘅。即係我自己就會覺得，誒咪試下咯，係咪挑戰一下咯？你諗下，我一次過買咗咁多嘅份量，其實已經可以飲到我三四餐㗎啦。因為每一餐咧，你記住係兩個綠色加一個紅色，咁你會見到台面上面咧，我準備咗會有青瓜啦。如果你兩個綠色裏面其中一個青瓜咧，你就如果咁大條咧，因為我唔係特別中意飲青瓜汁嘅味嘅，但係青瓜係好爽口嘅，即係唔中意食青瓜嘅人咧都 OK 青瓜汁嘅，因為佢飲落去嗰個 texture， 尤其是夏天係好啱飲。咁如果呢個青瓜咧，你可以一條粗大嘅啦，又或者中意食青瓜或者 OK 佢陣味嘅人咧，都可以揀兩條幼身，即係好似咁樣啦。咁好啦，西芹就四條啦，呢度亦都有西芹啦。咁西芹嘅味咧係我完全唔得嘅。所以我要用翻啲比較濃味啲嘢 cover 佢，即係例如我要有甘筍先得嘅。咁西芹，但係咧，我屋企人又好中意飲嘅，因為佢哋以前飲好多五青汁，就覺得西芹浸味好爽咁樣啦。咁但係我就 sorry， 個人喜好不大不了啦，因為我成日都話嚟到呢個姊妹奮鬥室，我真係同大家係 sharing， 即係好朋友一樣，去話俾你聽啊，我經歷咗啲乜嘢，同埋點樣，即係又想聽下你哋都經歷咗啲乜嘢咧。其實有幾多朋友你有試過用蔬果汁減肥法嘅咧？
又或者有幾多朋友試過在街邊買五青汁飲，就是為了消化系統呢，消化你的腸道呢？其實很簡單，就我覺得你一定要揀啱你喜歡喝、喜歡吃的東西。如果不喜歡呢，你根本就是受罪。但你喜歡喝的味道，就像士多啤梨一樣，我很喜歡喝它的味道，我餐餐喝士多啤梨汁都可以，但是比例要捉得準。即這個蔬果汁飲食法的比例就是記住7:3的比例，兩個綠色一個紅色。咁啱啱講到綠色，就有青瓜啦，有西芹啦。咁其實有啲人都可以買羽衣甘藍，咁但我就覺得比較貴啦，咁同埋好難揾啦。OK， 咁所以如果你要羽衣甘藍咧，你就細細棵四棵咁都 OK 啦。咁同埋苦瓜，有啲人咧好中意苦瓜陣味嘅，咁你就可以揀一條啦。OK， 一整條放曬落去都可以。苦瓜又係嘅，呢個時間飲又係好爽口嘅，但係。我就覺得它的沉澱味很濃、啊、沉澱味意思是呢，我溝完其他三個之後呢，喝到最後呢，哇，苦瓜的味道太搶了，所以這個都不是我很喜歡的 preference。 那我喜歡的有什麼呢？就是檸檬啦，因為其實我很喜歡喝檸檬汁的，但是呢，我想說你哪怕好像我那麼喜歡喝檸檬的人呢，你都不可以一個的，因為它那個酸的程度呢，你一早上起身喝呢，你簡直覺得好似揦住咗咁，咁所以檸檬咧你可以揀半個，亦都可以連皮嘅。有啲人話：哇，檸檬要切皮。咁我自己係連皮嘅，即係等佢酸裏邊咧有少少澀澀地咧，咁嗰個撞出嚟嘅味，我覺得好飲啲。因為我試過冇連皮咧，就感覺淨係得個酸咯，冇咗嗰種香同澀嘅味道。咁薑咧就係女士好中意嘅嘢啦，即係因為係驅寒啊嘛，係咪？咁薑咧就每一嚿咧2.5至5 cm 就 OK 啦，咁睇下視乎你有幾中意啦。我自己就覺得我中意飲薑茶，但係我都係頂唔順嗰句，佢啲味太濃咯，同埋係睇下你嘅 combination 係乜嘢。如果你薑撞梨咧，哇，可以講完全淨係得薑味㗎啫，你個杯嘢飲。咁所以咧，你可以揀2.5 cm， 我真係攞間尺度嘅。其實我覺得喺呢啲 moment 咧，其實 for fun 啦，個人開心，你當去 enjoy， 當去 explore 一樣新嘅減肥法，一樣新嘅飲食法，其實去試一下啦。咁你用咗呢個心態，即係都係嗰句，減肥裏邊有三種元素。第三種就是你的心態很重要，你覺得、哎、玩得挺有趣，你就會持之以恆做下去。那薑呢，我覺得信我不要 5 cm， 搞不定，是直接用辣去形容。有一次我給我的侄女試，她直接覺得、啊、原來薑是這樣的味道，這樣即我說是啊，人生要試一下，即百感交集的嘛，你知道的。咁亦都有啲朋友講話，其實苦瓜咧係屬於偏涼寒涼嘅食品啦，咁所以呢個我覺得女士們自己都可以諗一諗，即係如果你唔係特別喜愛喜愛苦瓜嘅味道嘅話咧，都可以揀翻啲比較正，即係正氣啲啊、平均啲嘅食品，因為可以揀嘅食材實在太多，即係冇必要食啲涼嘢。即係我成日都話蘿蔔啊呢啲生冷嘢啊，女士們少食啲為妙啦。OK， 咁但係有幾多人究竟中意食咧？生冷嘢或者一啲破氣，我哋叫做破氣嘅嘢食咧，一啲涼嘅嘢食咧，咁大家有冇試過自己製造過一啲嘅蔬果汁啊？可唔可以都留言話俾我聽，其實你哋嘅份量比例係點，或者不如你話俾我聽，其實溝開係有啲咩嘅 combination？ 等我陣間去試做嘅時候，又跟翻你嘅 preference 去做，睇下我又中唔中意。因為我啱啱沖咗杯俾我小編飲，佢不知幾高興，佢俾 like like 嘅手勢，因為我俾聽女仔有士多啤梨咧。多數都不會輸，是不是 ？OK， 好啦，咁啊講完薑之後，其實綠色的植物綠色的蔬果裏面咧，就會可以有青蘋果啦。青蘋果其實比較貴嘅，真嘅，即係比起紅蘋果，如果大家有買開生果嚟講，但係咧，佢嗰種爽口嘅程度同梨差唔多，但係佢就帶種甜味。咁我覺得呢啲即都要計成本噶嘛，係咪啊？即係你唔可以話我為咗要飲蔬果汁，我就買成呢度。其實講真，你啲蔬果一啲都唔平噶。可能閒閒地買你500-600㗎啦，咁所以你真係要諗清楚，喂，如果一餐半餐好味啲，就俾個青蘋果自己啦。如果唔係，其實佢個口感同梨係差唔多嘅 ，OK？ 咁啊，梨都係同樣咁爽口嘅。咁當然，梨嗱青蘋果一個，或者梨雪梨一個，又或者係啤梨一個。咁啤梨嘅口感咧就比較黏少少嘅，即係真係視乎你中意飲啲乜嘢。有啲人中意飲少少 yogurt 嘅感覺，黏腻少少嘅咧。咁啤梨咧係好過雪梨，但我咧因為而家實在係夏天，同埋出飲完出門口嗰下好鋸咧，我就中意啲比較爽口啲嘅嘢飲。咁所以咧，即係青蘋果啊、雪梨呢啲咧，我就會比較 prefer 啲嘅。咁奇異果咧，呢、這個基本上 super food 嚟㗎啦，大家好多即係好似同牛油果差唔多，但牛油果你唔係一個蔬果，你唔會攞嚟咁樣榨汁飲。同埋牛油果榨汁真係，我覺得真係嘥咗咯，因為佢真係好貴。
即係啲精明師奶上身啦，又開始。咁啊，奇異果同樣地啦，你可以一個啦。咁我自己都係會連皮嘅 ，OK。因為其實咧，陣間再講到榨汁機係好緊要嘅嚇。我多數都係連皮嘅。咁又或者係綠色嘅蔬果裏面，你嘅青綠葡萄啦，即係呢個青提啦，你可以揀十粒。即係你千祈唔好成嚿倒曬落去，我俾你聽，你糖分一定爆標喎。知道嘛？所以大家一定要記住我依家所講嘅份量，或者可以 repay 翻去試下，就係揀十粒嘅青提子。OK， 青提子嘅味道我覺得唔係特別出嘅，所以如果你覺得其他味已經好濃嘅時候，你唔想佢掩蓋咗個味嘅話咧，青提子都係一個選擇嚟嘅。好，咁啊，啱啱講完咗綠色嘅蔬果，大家記唔記得係份量係點啊？蔬果比例七同三 ，OK， 所以綠色嘅蔬果咧，你就係揀兩款，咁跟住紅色嘅蔬果你就揀一款，咁同時間咧就係你會見到啦，紅菜頭係可以揀嘅，紅色嘅食物嚟講，但係紅菜頭我自己就又係唔好中意嗰種味道，因為實在太搶啦。咁睇下你又係視乎你喜歡啦，咁你可以揀一個，但係紅菜頭就要去皮，去皮我都覺得有啲煩，即係我個人係比較懶嘅，最好就一嚟就即刻食，即刻可以。飲完就出街出門口翻工咁，咁好啦，一係咧就係金筍，呢個係我嘅 preference 嚟嘅。基本上我係好中意飲金筍，即係紅蘿蔔呢啲味道嘅嘢，因為佢咧就算榨咗汁出嚟，陣間可以試俾大家睇咧，佢唔會淨係得一杯嘢嘅，佢嗰個份量係會多少少，係會令你頂肚一啲嘅。咁所以紅蘿蔔我自己會落三至四條啦，同埋佢裏邊有呢個維他命 A。我覺得呢個緊要啲，又係天然礦氧化，所以當然女士梗係要著重自己皮膚啦。呢個就有呢個維他命 A 裏面嘅天然礦氧化，所以藍莓啊、士多啤梨啊呢啲咧都係有天然礦氧化功效咧。咁就你聽得出我啱啱嘅 preference 係乜嘢㗎啦？我基本上係只要令到我皮膚可以即係keep 住淡淡靚靚白白咁嗰啲，我多數都會揀㗎啦。咁好啦，咁喺紅色嘅食物裏面咧，檸檬都係嘅。咁啱啱講咗啦，連皮啦。不過咧，如果你個胃唔係好頂得順嘅人咧，即係我係已經飲得到齋啡嘅人嚟㗎咯，即係我都係標準啦，係咪先？咁但係咧，我想講飲一個嘅檸檬咧都搞唔掂嘅，所以切半個好啦，知道嗎？當然呢啲係我嘅 sharing 啦，大家可以因應你自己嘅喜好啦。你話唔係喎，我中意食檸檬嘅，我綠色嘅蔬果又要揀一個檸檬，紅色嘅蔬果又揀一個檸檬，跟住加幾粒青提子。哇！我真係完全未試過呢個 combination， 你可以試完話俾我聽酸成點。咁而紅色嘅食物咧，亦都係薑啦，我哋屬於比較中性啲嘅蔬果啦。咁同埋紅色咧，你可以揀紅蘋果一個。咁有啲紅蘋果咪好細細粒粒嗰啲嘅。咁我自己就多數 preference 係呢一個，因為呢個比較爽口啲，你聽唔聽到？好脆啊個聲，即係佢飲落去嗰個口感又係屬於爽口啲嘅口感啦，冇咁黏膩啦。咁我自己多數係揀比較大嗰啲，因為同埋我驚肚餓。即係蘋果呢一個咧，佢份量同金筍出嚟係一樣嘅，即係會令到你飲到一杯半嘅。咁所以我多數咧 preference 都係會揀呢一類型嘅紅蘋果，而唔係嗰種係咪叫做富士山紅蘋果？係咪有隻細細粒粒嗰啲叫富士山啊？係咪有隻叫富士蘋果咁樣嘅嘢啦？咁總之係啊，富士蘋果好大㗎，咁 OK 啦。咁所以係總之細細個個嗰啲咧，十蚊九粒嗰啲咧就唔好揀嗰啲啦。我自己一向都係揀開呢個啦。咁樣跟係咧就士多啤梨八粒。咁啱啱講咗啦，因為即係你要計翻個份量啦，如果唔係，其實佢糖分都真係好高嘅。咁所以士多啤梨你唔好成粒，唔好成盒拍啦，同薯片一樣嘅。即係你如果成盒拍曬咧，我想講你嗰個應該糖分爆表。咁啊，士多啤梨八粒啦，份量我覺得大大細細你自己中意都 OK 噶啦。咁又或者係藍莓二十粒。藍莓的味道呢其實不是特別出的，我自己試過它用溝了下去我喜歡的金筍啦，又或者是蘋果那裡啦，藍莓的味道不是特別出，但是呢它會令到你的顏色很漂亮，你看到的時候心情就會很舒暢，覺得自己真的不是在喝一杯五青汁這樣的東西啦，所以藍莓都是我的 preference 來的。好啦，紅葡萄即是這個紅色的提子啦，同樣地都是十粒啦，咁你自己落啦。有時咧呢啲細細粒粒呢啲咧 ，B B 呢啲咧，我唔當係嘅 ，OK。咁我會自己盡量即係，如果我買親嗰啲都係 B B 呢啲咧，咁我就會落二十粒落去嘅。咁但係如果你話粒粒都係像卜卜硬滴滴嗰啲咧，咁我諗十粒都夠噶啦。好，咁啊啱啱講咗我自己喜愛嘅一啲水果啦，我想問有冇觀眾留言想試咩味呢？如果冇我就跟翻我自己中意噶咯喎 ，OK？ 咁你會見到咧，即係飛利浦呢部啦，即係非常之好啦。佢哋知道我哋要製作呢一個蔬果汁咧，咁就有一個最新全新嘅一個榨汁機。嗱，
首先要搞清楚，榨汁機和攪拌機是兩樣東西。榨汁機榨出來的是果汁來的，是沒有渣的、okay? 即你不會無緣無故有個匙羹在下面撥些生果渣來吃的、okay? 不是攪拌機、啊、不是攪拌機、啊、所以首先你要選一個是榨汁機，而那個榨汁機是夠力的。如果不是你當你榨汁的過程你又要磨它，以前的榨汁機呢有沒有見過中間是凸起要這樣捽那些呢，那些搞不定，我告訴你，你捽到兩三個你想放棄的了。所以一定要買個高渦數的榨汁機啦。咁呢個菲利普顏色好靚啦 ，OK， 即係大家女仔都會中意嘅玫瑰金色啦。咁同埋咧，佢呢個嘅 setting 大啲咧，咁就令到你榨汁嘅時候咧，你擺生果落去咧，佢冇咁容易濺嚟濺去啦。咁而家我諗科技嘅嘢真係越出越貼心噶啦。咁同埋佢依一個咧油壓少少油壓嘅設計咧，係令到你放落去好順暢啦。OK， 好。咁我就同大家咧，即係嚟到最後一集啦。我講係關於即係減肥方面嘅嘢啦。咁就同大家 share 我自己最中意飲嘅一啲嘅嘢飲啦。咁啱啱講咗咧，其實紅蘿蔔咧真係會令到我變咗一杯半嘅。但係我晏晝食咗嘢啦，我夜晚真係專登空肚㗎。因為大家記唔記得我啱啱講咗咧，身體機能咧係分咗排泄、消化，跟住係咩啊？係吸收。你要記住，你而家夜晚食嘅嘢。你冇可能喺三四個鐘消化完，跟住你走去瞓覺。你瞓覺嘅時候，你嘅新陳代謝減慢，你嘅脂肪就隨之而積聚嘅，知道嗎？咁所以夜晚盡量真係唔好食咁多肉類，唔好食咁多難消化嘅嘢。咁所以我自己咧 preference 咧都係夏天飲翻啲爽口少少嘅嘢啦，咁樣同埋即係佢哋嘅食物纖維係非常之好嘅。OK， 同埋啱啱仲有講就係、是、係啦，除咗一定要空肚飲啦，因為如果唔係就驚嗰、那個胰島素啦，跟住因為你飯後果真係會好肥啦，咁同埋就係涼啦，大家要小心啲啦，女性啦，尤其是我特別係你 on period 嗰陣啦 ，OK， 即係姊妹講嘢。咁啱啱我洗咗噶啦，呢啲蔬果咧，我自己特別喜歡嘅有呢個士多啤梨啦，咁紅色嘅蔬果裏邊，我就揀咗士多啤梨啦，咁就可以揀八粒士多啤梨嘅，咁當然要搣皮啦。有啲朋友話：喂，可唔可以懶到連皮都唔搣？我話你唔好咁啦。朝頭早搣個皮有幾難啫，係咪先？一路傾偈，我哋一路都可以完成咗揀咗八粒嘅士多啤梨。咁我覺得揀中中挺挺得噶啦，即係有時唔使刻意話。你知道啲 C.I. 仔咧貪心性格咧，成日都覺得哎呀，係咪應該要越大粒越好咧？咁冇嘅，你榨汁出嚟，你信我啦，差唔多噶咋。OK， 咁好啦，呢度有八粒嘅士多啤梨啦，咁跟住咧喺揀，其實咧你可以有將嗰啲ingredients 嗰啲材料嗰啲表咧，你黏喺自己嘅廚房度都得噶。我梳一梳出嚟，你想唔想我或者你 record？ 你想唔想我喺個屏幕上面梳出嚟？即係例如紅嘅，你而家係通緊紅。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我冇所謂啊，或者大家其實可以重温嘅時候抄低佢都得噶。係啊，咁我變咗我而家可以梳紅色嘅 receipt 出嚟。好啊。我而家梳緊咧。好啊，梳緊，哎，太好啦！我哋嘅小編團隊，咁而家梳緊俾大家睇，我有啲咩嘅材料，大家可以揀啦。咁紅色我就揀咗八粒嘅士多啤梨啦。咁啱啱講到，梗係要對自己好啲啦，所以我係會揀青蘋果嘅，係啦。即係青蘋果，你知唔知而家差唔多成10蚊一個喎？即係真係好貴㗎，你知唔知道啊？真係啲慳家㗎嘛，唔可以成日食㗎，所以呢啲嘢知唔知啊？減肥都要減得即係經濟實惠啲噶嘛，我成日都覺得咧，我哋攞咗啲錢去食嘢啦，跟住但係又俾翻啲錢去減肥喎，即係人你話係一個乜嘢嘅循環狀態咧，係咪？係人啊，同埋我覺得唔可以對自己太 harsh 嘅，即係我啱啱都講咗。減肥裏面嚟講咧，就即係心態都好緊要嘅，即係我哋有朋友話，即係人要生存，梗係要食嘢啦，咁但係都要。即係揀翻啲啱嘅嘢食咯，好冇？唔好成日食，所以唔好對自己咁差。啲人咧有啲哎呀是但啦，食個罐頭，跟住食啲，尤其是而家疫情啊，喺屋企咧多咗好多人話自己依家嗰個血管問題，就因為食得太多公仔麵。跟住我話：哇，你唔得咁樣嘅喎，你個身體機能係你自己嘅，知唔知啊？好，咁我揀咗就係有呢、這個青蘋果一個啦，跟住有八粒嘅士多啤梨啦。咁跟住揀咩好呢？大家有冇意見俾我呢？其實真係～我個個都想雪梨係嘛，即係爽口啲啦。大家傾向都希望雪梨得唔得？得啊，得。雪梨係屬於綠色嘅食物嚟嘅，都係。佢個樣係黃色係嘛？即係啤梨先係堅持係綠色係咪？
其實咧，我想講爽口嘅所有食物咧，即係例如頭先講話，即係青蘋果啦、雪梨啦，又或者其實青瓜咧，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嘅，因為係啊，即係啱啱都有講啊，所以女士要諗就係諗清楚你揀你嘅飲品。不過其實咧，佢嗰、那個太陽咧，有啲人個胃頂唔順。係噶，所以我就話你一定要揀啱自己。同埋咧，我想講咧，我試過連續三日去飲呢個蔬果汁啦，真係講緊係三日，因為我諗住效法 Gordon 啊嘛，即係佢六十日，我覺得咁犀利嘅，係咪真係得嘅咧？咁嗰三日又咁啱唔使做嘢。蕭輝容佢就係六十日減咗差唔多60磅，好誇張啊！佢真係咁，但係佢之後都有話開始要做翻啲運動，因為啊，我記得我想講咩，唔該成日覺得漏咗嘢啦。因為飲呢個蔬果汁咧，最大嘅問題係咩呢？你肌肉係會流失嘅，因為你完全冇吸收過任何嘅蛋白質，肉類蛋白質又好，蔬果類嘅蛋白質又好。咁當然有啲人話揾蛋白粉咪得咯咁，但係你要記住，如果你行呢個六十日嘅斷食法咧，你係唔可以飲任何咖啡啦、茶啦、所有嘢。咁所以我自己係完全做唔到嘅，我係咖啡即係 coffeeholic 嗰種人嚟嘅。咁所以如果你一定要揀一個啱你嘅，咁我咧就揀咗朝頭早去飲呢一個嘅蔬果汁啦。咁啱啱講咗就係、是，其實一個好嘅榨汁機咧，基本上你唔會覺得好辛苦咯，你就抌曬落去，跟住之後佢就會自己幫你咁。咁啱啱講咗咧，就係你一定要揀你自己啱嘅方法，知唔知道啊？即係如果你揀唔啱咧，你就會覺得好辛苦啦。咁同埋啱啱講咗女仔咧，你怕涼啊嘛，咁所以最好揀翻啲中性嘅食物會好啲咯。就係呢個啦。哦，係啊。好細只嗰啲係嚟自於紐西蘭㗎，係啊，我成日都喺唔同嘅地方都見到有啲咧好細粒嘅蘋果，因為以前咧我都試過淨係，因為蘋果係負卡路里嘅食物嚟㗎嘛，如果大家有聽講過，就係蘋果係你要消化佢所用嘅 energy 係大過佢本身 intake 嗰個卡路里，咁所以蘋果係一個幾好攞嚟即係醫肚得嚟又可以減肥嘅蔬果啦。嗱，咁我真係要睇下你幾持之以恆，同埋你喺嗰八個鐘頭食啲乜嘢啦。我自己基本上咧，我嘅例子啊，我用咗半年嘅時間行16-8啦。咁我中間係好乖嘅，我食好多優質蛋白質，即係例如我會每朝食兩隻蛋啦，即係我喺嗰八個鐘頭裏面我會食蛋啦。咁我吸收咗呢啲咧，你要記住蛋白質啊、肌肉啊係可以幫你 burn fat 嘅。咁我嗰陣時都減咗差唔多16磅噶，喺半年裏面。咁所以你要睇下你有幾乖啦，你要知道你有幾咁恆心，幾咁有決心，幾咁想減肥。依邊我整多杯啦，益下我哋啲同事。咁所以咧，我覺得即係最緊要，我成日都話嘅。揀一個啱你嘅方法，唔好第一下就諗，哎呀，我要減20磅，我要減10磅，唔好個人咁好高傲遠住，一開頭就話，哎，我想自己試下減唔減到先啦，係咪？咁當然人係要逼出嚟嘅，但係你太 hush 嘅時候，我話俾你聽啦，你唔會明聽到落去。咁所以開頭你可以話，哎，試下先，做唔做到先？哎，可以行16-8喎，又唔係好辛苦喎，咁不如貪玩咧，睇下你個血型咧。看看你可以吃什麼多一點，因為你一定有瓶頸位的。我去到有些時候，為什麼我會有這個姊妹奮鬥室，其實是一個互相鼓勵的過程。因為去到我現在呢，我覺得我自己都去到瓶頸位，就是已經沒有以前那麼易落榜了。即我開頭跟你說，我行16-8用了半年的時間可以減到10多磅，你試一下現在我再行半年的16-8跟回那個時間吃東西，肯定不會有10多磅減，因為你可以減那個磅數，那個幅度已經大幅下降了。你如果我再減10多磅，我就剩下90多磅，我的骨都不止了，是不是我這個高度。所以我就覺得不要盲目追求個磅數，反而現在呢，為什麼我經常都說，做一些你隨時都可以做的運動，就是因為你可以 keep 你的身體線條，令到你的身體有一些 肌肉 muscle 看下去會靚啲。所以最後我真的想跟大家說，這個蔬果汁飲食法呢，是會令到你的身體的肌肉量沒有增加，甚至乎可能減少，所以不要餐餐只是行這個。
好似我咁空肚飲啦，你問我十六八裏面嗰八個鐘頭可以食得啲乜啊嘛，或者以外可以做啲咩嘛，咁你就早餐飲一杯呢啲，因為佢都唔係肉類，佢都唔需要你個消化系統負荷好大，但你可以照飲，但而唔係計喺個八個鐘頭內。咁到你晏晝開始嘅時候 ，come on， 咁你就可以盡情地 intake 你所想食嘅嘢，但係當然唔好過量啦，係咪？咁嗱，今次咧就係我整個嘅減肥 sharing， 即其實真係一個 sharing 嚟嘅，因為係我自己嘅親身經驗啊嘛。你只要睇翻曬我以前嘅相，你就會知道，依家我夠膽咁樣企出嚟同你講，我真係有一個肥妹仔轉做。叫做 OK 啲嘅媽媽啦，係咪？咁所以咧，希望大家咧睇完姊妹奮鬥室都一齊繼續努力。OK。